三项就算了，我想收到我的国小同学，他今天结婚了，可以祝他幸福吗？爱莎你，爱莎献给大家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好不好？一起唱。先跟后面的表演者说，现在把你的假发拿上来，我真的很难看。现在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然后谢谢桃园，你们的声音真的很大声，掌声，谢谢我们的吴哲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哲文，哲文，等一下，我有没有荣幸可以跟你一起聊天嘛？聊个两句话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是小美人鱼。对，你没有脚了吗？你的脚啊？我 OK 啊。你今天这样子真的很漂亮嘞。很美啦。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比平常好看很多啊。换人主持啊。你们真的很美，他们，你们为什么不知道今天是万圣节要打扮？他真的今天。好多，其实他们已经有打扮了。哦，是吗？开玩笑的啦。我刚才摸不到头。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今天到底是扮什么鬼？对呀，什么美啊？你为什么刚开始露点？会不会很紧张呢？对，吓一大跳。怎样？叙述一下你的衣服好不好？我其实今天是木乃伊啦。很美的。木乃伊要连这里都包起来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有卸妆过。那个木乃伊叫做阿纳苏纳木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有阿纳苏纳木，阿纳就是神鬼奇航那个。对对对，对了，有啦，我刚才摸到的人会被诅咒，快单身一天，这么坏，这样讲话万圣节哦。好了，一天而已，干嘛？我们那个原名教会往前，好不好？刚才我们的那个主持人一直说你们太可爱了，可以请你们自我介绍，想不想知道我们的名字？一个一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从我这边开始，好不好？预备开始。来，好，沙利嘎嘎马布隆。我是花莲的甜甜。甜甜。你不要说哦，我是来自花莲，然后我叫圣恩。圣恩。大家好，我也是来自花莲，我叫秋秋，是泰鲁格族。秋秋。乌里娜米乌米桑。我是来自高雄六龟的红油圈 Slayer。哦哦，为什么应该一定要金麦？没算，我是南澳的大亚 ，Larry， 打不打牌嘛不啦？我的名字是，我的八号。哦，爱颖爱颖的个性出来了。换你啊，那个木乃伊介绍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我要回棺材里面了。有没有屏东来意的朋友？有吗？从屏东上来的朋友吗？屏东有吗？
下一次要找九万的时候，先去棺材里面找他了。对，我是密码锁的。哎，你要密码要不要透露一下？对啊，想知道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是一。啊，一定是一二三四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乱讲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吴总跟袁明教啊。